觉得工作好玩，我觉得很好玩，他就是好玩，会辛苦。那我没干嘛，靠我讲，我怕外国人，肯定有米干出这里干被蒙光。他就是说到泰国那管理不好，说到那个东西，当然关心，因为我那个我家人，包括我那个兄弟什么都在泰国。 到福州05年到现在13年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เล่ะนี่ก็เต้นไปก่อนดิใครมีนะเนี่ยเขาเจ้งฉางกันวันนั้นนี่เออถ้าเสียวๆนะสาวท่านนั่นเนี่ยเดี๋ยวจังวันตัวกันท่าเจ้งฉางกันท่าเจียนเมียนนะสาว บ๊ายบายอืมอืมแต่ยังใครสื่อดีใครนะสาวอยากส่งเสียวหายส่งเจ้าเลยเขาเก่าไรเก่าชี้บทที่เตี้ยนส่งยังไม่รู้ว่าส่งปัจจัยเตี้ยนก็ไรใช่อะสมมติตัวเด็กเก่งเขานะว่าถ้ามันสงบเก่งเขาใช่ไหม咖喱蟹那个是比较重要，那个是比较难吃。以前师傅教我，他是在旁边教我，放那个材料，但是呢，他们做味道比较重，比较香。因为我爱听客人意见，所以听客人听完的时候，我拿过来搞，我想出来搅中间。 也不太辣，也不太淡，也不太咸那种，小孩也可以吃，老人也可以吃，我是这样想哈。姐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。天天人来啦。看看什么东西？咖喱蟹。真的是，谢谢。 跟他，我跟他一起13年，为什么喜欢他？就是他的这种性格。对，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就很开心。开心。现在他像我们的亲哥哥一样。感动了吗？爱你。 以前我觉得辛苦，但是呢，现在我放松，放开我觉得也不是辛苦，很简单一点。你拿一桶水，比如说你累了，你拿过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累了你又放，休息一会儿，你才能够过。我们都是一样，我觉得哎，我们放松放开，不要想太多。人心态哈，觉得辛苦就是我们的心理样子啊。 觉得工作好玩，我觉得很好玩，他就是好玩，不会辛苦。哎，老板，你好，喊酒了，怎么样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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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